像风眼泪红，用我心做英雄，难关有我为你闯难空，在雨中能得你认同，才知我是英雄，流光我热血心未动。保佑威今日考试顺利。阿威咩事啊？成日都攰噶啦，仲有啊！你啲感冒未清噶，嗱，总之咧唔得就唔好勉强。家 姐你放心啦，我不嬲都咁 fit， 唔使惊喎。家宅平安，个个身体。嗱，咁好啫，考牌成功啦！今晚庆祝食餐劲嘅。纸箱要唔要噶？啊，唔要噶啦。仲有冇嘢唔要噶？迟啲啊！记得下次留翻俾阿婆啊。哦。我怎知道那些灰咁容易立着啲嘢嘅啫？请救援准备好未啊？准备好。OK。攞，攞啊，攞啊，攞乜嘢啊？过晒龙啦！你救边个啊？系咁叫啲手足放绳。苏伟 Sir， 我下次会做好啲噶啦。我再讲多次，救援工作系冇下次，冇咩万一嘅。唔好当系练习，当真做 ，OK？ Yes sir。阿健，我问你，我哋游绳救人需要用几多人啊 ？Sir， 游绳救人需要主绳员一个，副绳员一个，监察下绳嘅观察员同埋拯救员。仲清醒啊吓 ？Sir， 我醒啦。唉，醒啊醒啊醒啊！为咗高角度拯救咧，引入咗一批新嘅游绳工具。呢批工具有乜好处咧？咁啊，啲绳啊轻啲啦。咁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你哋啱啱用紧嗰只。只能够下降，唔能够上升噶嘛？呢一只配合一个上升器，呢个下降器，到时你哋可以自主升降，亦都悭到唔少人手嘅。先遣急救服务油麻地去，细出去出，其他执嘢。老人家气喘，呼吸。讲到一半又要去车。陈国威准备考试啦 ，OK？ 喂，陈国威，陈国威，唔该晒手足。阿 Sir， 头先我爆得几严重喎 ，CPR 做迟啲都唔掂啊，成日都懒叻。我哋救援嘅同事啊，仲有好多院前护理要做噶。特别服务油麻地细抢救，有人喺天正用地室晕倒，地址系油麻地真如。去车。今日叫生意兴隆喎。不如大家利是，消防唔中意生意兴隆啊！我意思系估唔到咁密啫。旧区人多，梗系多事发生噶啦。我哋间局人称打仔局啊，我哋做一日等于人哋做一个月啊。又话想我多啲嘢？想啊！阿 Sir， 你几时有时间讲翻新星球嘅方法啊？新星系方便，但系新旧星都好啦。佢最高可以接受到嘅温度系摄氏220度，但火场嘅温度随时高过呢个度数啊。所以唔系单单火警都有醒救人噶。所以经验同埋现场判断系好重要嘅。明晒。喂，揾边位？阿 Sir， 之前有人晕低咗啊！手足，我一齐架撑，准备抬床吊伤者落嚟。Yes sir。Hello， 记住做好准备功夫，同埋视察周围环境，先少啲人。Yes sir。你就嚟到真的好了，佢晕咗。得，有脉搏，有呼吸，同佢瞓低，戴 stand mask。Yes sir， 我 set 醒。哎，你哋唔可以过去噶。阿 Sir， 我仔上片啊。我哋会救佢落。
都幾高嘅喎，咁都話高，仲話學游繩，點游啊嚇？阿威啊，你千祈唔好有事啊！做得好，師兄，傷勢交俾你。阿仔，你冇事啊嘛？阿仔冇事啊嘛？阿 Sir， 你龜頭油麻地係飛將軍啊，咁定嘅？我上到去望翻落嚟啊，腳都軟埋啊，唔算高噶啦。最緊要集中精神 ，check 好曬呢啲 gear 冇問題。落嚟嘅時候避開曬所有障礙物，就係咁簡單。OK， 喂，不如下次輪到你試下啦。咩啊？脚仔软啊？克服到嘅。喂呀，我打到电话都爆啦，行到脚都跛埋。冇啊，呢间又话爆晒，嗰间又话订满，咁点啊？咁呢个阿爸阿妈意思嚟噶嘛？系要摆你自己摆啦，我唔揾啊。哎，好啦好啦，我介埋啦好冇？拜拜。咦？有人好似好唔镇定喎。咩事啊？冇。我女朋友炸型，话搵唔到酒楼摆酒。我有朋友做酒楼噶，帮你问一下，地方 OK 噶。系真系唔该晒阿 Sir。唔使咁客气，消防局个个都系兄弟。今日我帮你，第日可能你帮翻我噶嘛。听到未啊，兄弟啊，恩清，你好想啊？你见得成先算啦，吹过你把口啊。梗系头先我拜神嗰阵，烧啲元宝蜡烛唔够多，唔够神心，先搞到阿威要留院做心脏手术。仲话唔够多啊，差啲变烧猪啦！我就系冇买烧猪啊，细佬救得翻啦，真系算好彩啦！你冇咁担心啦，佢冇事嘅。梗系间屋嘅风水唔好，边系啫？你大家都要小心，你又成日似老，我威又似后生，咩都唔理。嗱，你下次烧衣啊，落街揾个空地先好烧啊嘛。你啊，仲吟唱嗰啲婆仔啊！阿罗，啱啱收到勤操通知。话新丰大厦嗰度咧有几单阻塞走火通道嘅投诉，我哋出去睇下。Yes sir。阿伯，我哋消防处收到投诉嚟睇睇嘅。哦，好啊，随便啦。不过呢度冇业主立案法团噶，好多人又立乱摆晒啲嘢出嚟，话唔听嘅，咁麻烦晒你哋啦。OK， 唔该。先生你好啊，我哋消防处啊，请问走廊呢个柜系咪你哋噶？系、哎、我仔摆噶，佢翻咗工喎。先生，你摆喺柜度咧，就会造成火警危险嘅。而家我俾一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你，麻烦你喺24小时之内将呢个柜拎走。如果唔系咧，我翻到嚟仲见到呢个柜咧，我就要检控你噶啦。身份证唔该。阿 Sir， 公用地方啊，系人都咁摆噶啦。不是个个咁做就代表啱嘅，真系火咗嘅时候，咪阻住我哋啲伙计嚟救你咯。你自己都行唔到啦，系嘛？有几阻啊？匪徒都过到啦。阿 Sir 啊，呢扎物塞住后楼梯喎，再加拍门佢下。Yes sir。阿 Sir 啊，咩事啊？小姐你好啊，我系消防处噶，请问后楼梯逃生门后面啲杂物咧，系咪你噶？哦，唔系啊。咁你知唔知系边个噶？唔知道啊。咩事噶？消防处嘅，我想问下后楼梯啲杂物系咪你哋嘅？我唔知噶，呢度周围都好多杂物嘅。其实火灾上嚟都唔知点算。系、啊、Sir， 你可唔可以帮下手啊？可以嘅，如果你发现有咩火警危险，即刻通知我哋，我哋好快过嚟帮你。唉，最近咧，我哋推广紧呢个楼宇消防安全特赦计划。阿 Sir 啊，其实我哋啱啱搬嚟嘅咋，暂时咩都唔想参加住。阿 Sir 啊。參加了之後有沒有贈品的？我們會提供一日半的理論和實踐兼備的訓練課程，完成之後會給你一張照片。這樣啊，那遲些先吧。小姐你好啊，我是消防處的，我想問後樓梯雜物是不是你的？不是我的，這是阿婆的。麻煩了。
我。跑咗咁耐冇人应，我哋迟再翻嚟啦。我哋出下街正先。Yes sir, yes sir。仲谂再翻局讲翻游醒救人嘅嘢添。有冇人喺度啊？有冇人喺度啊？消防处噶。有人揾婆婆啊？平时好少见佢噶，成日早出晚归。朝头早五点几听到佢闩门噶啦。咁早？嗯。唉，再翻嚟啦。Yes sir。阿 Sir。我想問一下我哋游醒救人嘅時候，如果被救者掙扎，我哋應該點處理啊？頭先又同邊個講嘢啊？咪啲消防員咯，佢又嚟揾隔離屋個婆婆啊，佢要將啲雜物放翻屋喎。係啊，呢座大廈咧根本就亂七八糟嘅。今日咁熱，做咩唔開風扇啊？都唔喐嘅。哇！乜插蘇板咁易甩嘅？大包租婆投訴我先。哎呀，啲嘢係咁上下噶啦，如果唔係啊，點會咁平租喎？阿媽，唔好因為收得平啊，就咩都唔理先得噶。啲嘢爛茸茸咁俾人住點得噶？又冇人啊？婆婆，婆婆，你是不是住在新豐大廈7樓 A 座啊？是。婆婆，這些雜物是不是你的？是啊。婆婆，你把這些雜物在這裡就阻塞了走火通道，是違反消防條例的，麻煩你給身份證我。婆婆，麻煩你24小時內盡快搬走這些雜物啊。你不要搞我的東西啊，我的私人財產來的，如果你老搞搞震，我打電話有人拘捕你的。我們上星港台車。收到。阿婆，我俾封信你，麻烦你尽快搬走你啲杂物，如果唔系我哋要检控你嘅。哇，阿妈你搞乜鬼啊？诶，咩事啊？阿妈，你煲紧嘢做乜落街啊？哎呀，我扎头箱啊嘛，咁咪落箱买咯，点知咁快会煲干嘅啫？你上次拜神啊，真系搞到火燭噶啦！你而家又煲窿嘢，你小心啲啦。做咩？你唔舒服啊？有啲感冒啦，瞓翻觉冇事噶啦。你小心啲啊！得啦，长气，咪成日当我老母懂先得噶。油麻地去升降台、細搶旺角去崩車、碼頭出去降梯，地址油麻地石竹街一號。有啲喎，我警署但係冇 lift 㗎，叫啲手足立埋架撐跑上。Yes sir。Fire Control， 高級隊長楊文星，油麻地石竹街一號，有人被困，現場火警升為三級。Sir， 冇水道啊，打破咗個玻璃，警鐘都冇響啊。阿 Sir， 私家雞井都冇水啊。冇水啊！得，救人要緊，阿健，你把門，你兩個幫手。Yes sir，Yes sir。
少㗎。哎呀，揾個手足上上邊睇咩環境，睇下崩車到未，跟住駁條直行上嚟。Yes sir。呢個放曬啲雜物喺度啊，阻住交通通道。咪 A 座阿婆搬曬雜物喺度咯。咁我哋快啲由前樓梯走啦。好啊好啊。走啦、啊、走啦、啊。走啊走啊，正咗啊！上面攞唔到水，杨 Sir， 我打直喉上楼啊！等等，你戴住，一阵夹住你冲出去得唔得？大家你冇嘢嘛？阿 Sir， 我个女仲喺里边啊，唔该你救下佢啊！出嚟啦！马路冲降梯大塞车，仲未到啊！阿龙啊，而家听好大火啊，入唔到去啊！叫啲手足带齐架撑上天台，用油星救人啦！一上，升降台司机，同我睇住外围情况。升降台水炮 ，stand by。电检所 ，yes sir。位置 OK， 阿 Sir， 俾我落去救人啦。冇脚软啊 ，No Sir， 高，龙哥，女事主嘅房未见有明火 ，Over， 收到，情况暂时仲 OK， 记住啊，调整净系顶到220度高温嘅咋，放心阿 Sir， 你教嘅嘢我记得噶，大家记住，我哋冇万一呢样嘢嘅，观察员会及住火嘅情况，一烧到睡房即刻通知我 ，Yes Sir。OK， 落得。小姐，我帮你扣安全带，你唔使惊啊。嗱，我哋而家游升落去啊。小心揽实。手足揾緊地方接你啊！哇，飛雙奔勇救美少女啊！頭先你咪驚到鼻哥窿都冇肉嘅咩？阿健爭少少咋，我哋喺三樓接你。好事啊，小姐。小姐，你冇事啊嘛？Good job. Thank you, sir. 用我心做英雄。喂？我喺电视见到你啊！你吓死我啦！我好惊啊！我而家未落咗嚟咯，你唔使担心，整傻妹嚟嘅。仲有啊，我听日要陪你买戒指嘛。新丰大厦嗰单火烛，上头赞我哋做得非常之好。迟啲咧，阿 Sir 会加起我哋。好。
外新豐大廈已經被納入四管齊下的目標大廈，即是說遲些呢，我們會邀請防火委員會、消防安全大使和名譽會長來這座大廈那裡進行防火宣傳的。而我們部門的特遣執法隊會為這座大廈所有的違規事項進行一站式的執法行動，務求徹底清除所有的火警隱患。而當火警隱患徹底清除之後呢，交回給我們進行跟進和定期巡查，希望這些違規的事項不會再發生。咦，是你們啊？哇，這麼快裝修好了，記住了，不要放過量的危險品在這裡，上次燒得這麼快因為辣著了天下水。咦，你們是那班消防員？是阿 Sir 啊，多謝你們救了我們全家。我們都是做好我們的工作先，沒心很難做好份工作的。小姐，我們現在有個樓宇消防安全特試的計劃，為大廈的業主、住戶和物業管理人員提供防火的訓練，讓大家關心自己大廈的消防安全，不知道你有沒有興趣參加呢？有阿 Sir 啊，現在沒有贈品我都肯參加的了。大家記住了，當大家遇到火警的時候，首先打爛火警中，然後再開埋水掣，跟住在消防喉嚨裡面攞條水喉出來，開埋個喉水掣，跟住將水射火的地方點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遇上風眼淚紅。